今天教大家画萌版海绵宝宝，粉蜡笔加灰色，平铺整个画布，这样就有了磨砂墙面的质感。标尺画出横线，接下来开始画派大星。画圆工具画眼睛，填充白色，粘头笔加黑色点出眼珠珠，复制一个。对称工具画嘴巴，婴儿肥用椭圆工具，标尺加橡皮擦，复制一个，按照自己意愿填充上色。裤子上的花花也要填充上色，大家可以截图直接蘸取颜色。软喷枪加红色画腮红，再画上手臂。 HSL 调整一下颜色，隐藏图层开始画海绵宝宝。其实不需要什么技巧，对称工具加上预测笔记工具，就能画得像模像样了。填充上色，椭圆工具画眼睛，弯弯睫毛是灵魂。婴儿肥的步骤是跟派大星一样的，如果跟不上速度，可以下载视频，调慢速度看一下，讲解的不到位的地方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都会去回复。喜欢用妙笔生花的朋友也可以点个关注，后续会有更多的教程分享。海绵宝宝也快画好了，隔派大星先上手，就可以一起去抓水母了。